这宝牌的一个 S 牌的盲女啊，赛前很是嚣张，让古董商别搞无效货币啊，该修机修机啊，而且选点的时候直接选中场，这是不把监管放在眼里吗？而这把监管是谁呢？梁哈皮，实力非常强悍。那上一个这么嚣张的人啊，坟头草都有三米长了，好吧？那这个盲女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OK 啊，既然选择了中场，那肯定知道监管要来抓他了，他直接敲账，看准监管的走位啊，自己啊拉点大房。那梁哈皮的蜘蛛架丝的话一定会拿一刀的，所以啊接下来你们看一看。接下来这波盲女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啊，你们注意这波细节啊，灵性压脚印让梁哈皮直接跟丢了。这波他的胆子是真的大，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，那必然会倒，因为蜘蛛的闪现已经好了。但是正因为这一波大胆的卡脚步啊，成功多拖出了30多秒钟，非常的赚。最后也是成功逼出闪现，再次血赚。来听听孙老师当时的评价。功德圆满了，我靠，真有这个实力，兄弟们。OK 啊，尽管倒了地下室，但是金云救人还是挺稳的，极限卡办救下盲女，这把有了。我准备去二救了，没想到盲女离中场不远。那接下来这波非常细节，大家注意看孙老师操作。因为古董商三棍子没有救下盲女，此时我们直接卡位，让盲女多挣扎一下，这个非常关键啊！因为如果被挂上中场，这把肯定就会被翻盘了呀。去外面重启一台机子，肯定时间不够了呀。那最多只能打平局。但梁哈皮运营能力非常强，所以如果说这一波被挂上了，真的有可能就会翻盘的。其实梁哈皮这波也是急了，他可以放下来，等一下直接减刑就可以了，只要守住中间这台机，他就能打。最后来看看佣兵的操作，也是非常的秀啊！这把最后也是成功四跑了，家人们啊，谁懂啊？这个盲女竟然没有被打脸，真的是太意外了呀！